L 都能穿这一件，就是其实哎有点卡罩衫的，然后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是 oversize。来，庆盛没有现货咯，你可以等预购，你再加哈，你可以等预购再加。我这里怎么都没有跳，文武挡得好。好，然后这一件它是这样利落翻领，很好看，超实感，我觉得它这一片做的超好看，有没有？就是很寒的感觉，但我觉得其实穿休闲搭配也可以。然后袖子很贴心，有做这个，这个也很重要。好，不用担心你可能会一直掉下来的。然后它是落肩的，所以呢 S M L 都可以穿哦，它会符合你每个人的身形哦，无论小肩宽肩都可以。然后再来看它的后面，是做比较韩风的感觉，就是有一点那种，这个是有点像造型的，这样。后面我觉得这样比较。各位，黑色有现货哦，不要一直加细色嘛，各位。好，然后它这一款其实不用多说就知道了，这个长度。好不好？你们喜欢就可以买，又是没有分身高的，好吧？你不用担心说你140公分会不会太长，完全都不会。高的人会不会太短？其实我也觉得不会，因为它的设计就很刚好，所以无论你可能穿起来短一点或长一点都是 OK 的。薄透的，那这样穿起来的话，夏天会比较凉感，比较透气，所以我们罩衫也不要挑太厚的罩衫。来，您只一件只要320块，320块，编号17哦。在哪里买？然后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打开，就后面可以硬绑个蝴蝶结。好，那你喜欢腰身感一点，再小一点，就把它调整一点都没有问题。没错，我们前两件罩衫都是比较长一点的。对对，那这些有些小个子不是在反映说可不可以出一点小个子然后能穿的，就是这一件了，好吗？各位，对高挑人也可以穿。然后这一款它是做一个有没有一个大扣给你？如果你今天想要哎骑车，不是很想要不要那个一直挑，你可以这样绑起来。它就穿起来反正就超有气质，然后随便搭都随便绑都好看。没错，你看穿起来就超显瘦的，然后这个层次感的设计很有质感，才300多块耶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买，而且这种是百年不退流行款，每一年夏天都有。因为我记得去年我也有买，就是好像也类似这种，然后很热卖的。对， okay, 就是穿不腻的。换色，然后换一个黑的给你看。那其实这个的话，你穿长裤的话一定没有问题哦。然后尤其是夏天到了，大家会很多一些背心类的。就算这个里面穿个短 T 我觉得也 OK。 好，然后就是当一个罩衫搭，它就是这样很凉感的。各位，罩衫杏色要预购，杏色要预购。好，然后袖子其实如果你嫌麻烦的话呢，不要折起来再扣也可以，你就直接把它拉起来扣起来，它就会有自然的那种，也很唯美。好，然后就是打开穿的话就这样子很好看，黑色的，它因为面料不厚重，所以黑色的话其实也是基本色，黑跟杏都是一个很好搭配的色系。看这样，这样简单穿也 OK， 然后一边穿一个牛仔裤都可以，然后或者是你要扣起来绑也可以，或是随性这样子绑一下，有没有都很有型。然后后面也很好看，OK， 黑色也蛮好看的哦，黑色有气质。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人加黑是吧？黑的，黑色也 OK 啊，很有气势。十全黑色有现货，里面穿白色的穿搭也可以哦，这样子，然后一个短裤就很好看。没错，对，很百搭。然后腰带是付给你活动的，你要怎么穿都可以。编号17，编号17。这一款又喜欢大家又便宜，一件只要320块哦，320块。编号17哈，有喜欢赶快加，有喜欢赶快加。黑跟杏色，黑跟杏，喜欢可以加。可以哦。好，有喜欢你赶快加哈，来换款。黑色也好。